大家好，各位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呢是叫林静茹。我们今天呢来到的地方呢是罗东的文化二馆。那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因为我们要行善啊，要做爱心啊，展现生命力，让爱传出去，成功之梦很重要哦。我们今天要支持的人是谁呢？就是我最崇拜的黄理事长，还有林时旺理事长。来，我们来欢迎林时旺理事长。来，理事长你好。我们现在是在网络电视台哦，你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那个惠万育才关怀协会在这个罗东金马奖颁奖的现场，就是罗东文化二馆举办我们2014庆祝母亲节的关怀义演然后下午的节目非常的精彩我们是从1点到5点，那欢迎各位亲爱的乡亲朋友连立林会长立林会长最次的议题大家稳重一点，谢谢各位问一下协会的特色我们协会的特色，我们那宜兰县惠万育才关怀协会的就是长期就是在关怀，我们就是长期做关怀的义演，像今天就是我们庆祝母亲节，结合的所有这个安养机构还有长照中心以及一些弱势团体，今天很多弱势团体，因为他们平常要出来的机会比较少，那我们今天就是结合他们来这里共同来庆祝这个母亲节那谢谢各位的关联，谢谢。好，谢谢大家的关联，也谢谢吴台长呢特地远从台北而来，谢谢。